阿嬌鍾欣彤早前就同醫學美容診所老闆賴雲國離婚，據指係唔滿意男方嘅經濟條件。但係究竟美容診所嘅收費又係點嘅呢？賴雲國喺粵美學擔任美容醫師，如果想打玻尿酸嚟改善鼻型、提升面型輪廓，兩個部位就大概3800港紙。至於陰道美容療程，就可以改善陰道鬆弛、萎縮、乾澀等問題，通常只要做1至3次就可以改善到問題，而收費亦都非常親民，每次大概港幣4000，做3次都只係12000港紙啫。雖然賴雲國月入超過100000港幣，不過比起身家過億嘅阿嬌，佢哋嘅經濟狀況又真係有啲距離嘅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